双方均有照照者。他如果是走在行人穿越道上面的哈，可能就要有绝对的路权。他如果说我就在马路中间，突然间跑出来的话，这部分就那个行人造成比较大了。其实依照法规，行人在斑马线上的确有优先路权，也就是说在斑马线上行人闯红